手游酷玩。海德僵尸，你来点菜吧。我知道他家有几道招牌菜还是很不错的。老板，我们点菜来了。两位需要些什么？老板，给我们上个梅菜扣肉和油焖大虾。好嘞，不错，这两个菜啊都是我爱吃的。吃的可真饱啊。我没带钱，你带了吗？没事，我有办法，让我来处理。那真是太好了。老板，我们兄弟抢着买单，我们决定用赛跑的方式决定谁输谁请客。可以啊。来这套，我来给你们当裁判如何？不要追了。好丢脸呐。抢着买单，喜欢记得订阅哦。